慢半拍，周周侃。今天来聊美国的言论自由。美国金牌主持人塔克·卡尔森和福克斯新闻台于4月24日分道扬镳后两周，他在推特开设频道正式开播。很显然，之前大家热议的塔克要和马斯克合作的事已经成为事实。我们看到塔克在推特开播的第一推后边，马斯克留言推文。在推特这个平台上，与广播的单向传播不同，人们能够互动、评论和反驳任何言论。当然，任何误导性的内容都会得到社区的关注和提醒。我还想说明的是，我们没有签署任何形式的协议，塔克将遵守所有内容创作者的相同规则和奖励。奖励是指订阅和即将推出的广告收入分成，这是订阅人数和与内容相关的广告浏览量的函数。我希望许多其他人，特别是来自左翼人士，也选择成为这个平台的内容创作者。马斯克最近频频发声，怒怼民主党极端自由分子，特别是接受一些媒体专访时，他的回答力压采访者的愚蠢。网友们纷纷好评，夸赞马斯克的言论展现了理性的智慧。周周侃节目多次关注马斯克的动向，不止一次地表明把目光局限在马斯克到底是人还是鬼的问题上是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真正的阴谋论狂躁症。不管马斯克是利益集团的左右手棋子白手套，还是神选之子抵御极端自由主义泛滥的意识，对劳苦大众来说没有任何现实意义。我们只用在乎他做了什么，正在做什么，他将要做什么，他的所作所为代表着一个方向，至于这个方向是善良的还是邪恶的，都是目前为止全世界最有能量指向的方向。我们看懂了这个方向，就会帮助自己选择生存的方向，毕竟先生存下来才能有生命的方向。灵与肉如果能统一当然最好，如果不能统一，活着生存应该是第一选择。大家认可了上边我们的观点后，咱们就可以来聊美国的言论自由。美国宪法三大原则之一就是言论自由，但是随着资本的崛起，驾驭资本的利益团体已经控制了国家机器，控制了国家的宪法根基。过去他们是悄悄地干活，温水煮青蛙，用欺骗手段窃取人民的言论自由，现在他们已经完全不要用隐蔽的手段，而是大张旗鼓的强盗手法，明目张胆地抢夺人民的言论自由。这个事实说明，不是国家的根基宪法出了问题，而是资本社会制度的必然。因为资本控制一切，一切围绕资本运转，人民已经丧失了捍卫宪法的意愿和能力。首先，人民已经丧失了捍卫宪法的意愿，大多数民众满足于民主党极端自由主义政客们追捧的吃饱不饿，生活很舒适，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的生存状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什么宪法，什么言论自由，与我无关。真相到底是什么，那都是大资本家大政客们的事，对与错不会给我自己的生活带来任何影响。再者，人民已丧失了捍卫宪法的能力，因为司法系统的从业者都是吃财政的，说白了都是靠政府拿工资生活的，谁发钱听谁的，政府发钱就听政府的，而操控政府这个大机器的就是极端自由主义的政客们，而政客们的背后就是控制资本的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希望世界往那边走，就会要求政客们往那边赶，利益集团需要制造什么舆论抵制什么舆论，政客们就要利用司法机器控制舆论的导向，这就是现实，就是事实，就是真相。所以当塔克被福克斯解雇的时候，当我们在 YouTube 上的节目被黄标被移除的时候，当银行纷纷倒闭的时候，当主权数字货币粉墨登场的时候，当很多商店被零元购干倒闭的时候，当你的孩子在学校和异性同厕拉屎的时候，当同性恋者彩旗飘扬甩着硕大的肉肉招摇过市集会游行的时候，我们就是那已经被煮熟的青蛙，只剩下在社交媒体上低声下气的发发牢骚的能耐，只要有一丝大喊的企图，就会被媒体平台以各种手法禁言关闭账号。这就是我们的言论自由，不仅是美国，美国尚且还有塔克还有马斯克，但是在中国只有一个声音，只有一种音调。其实都一样，无非是一个用的是一锅热水煮熟你，一个是直接大棒威胁你。好了，不在这里发牢骚了，分享一段有价值的讯息给大家，就是前不久塔克专访马斯克的全程对话，我们找到了比较精到的翻译版本分享给大家。塔克，有人说
我们应该炸掉服务器集群，因为一旦开始运行就没有办法减慢它的速度了。你怎么看？埃隆，真正重量级的智能不会分布式部署，它将集中在有限数量的服务器中心内。深度人工智能，重量级人工智能，它不会在你的笔记本电脑或你的手机里，它会在一个拥有十万台强大计算机的服务器中心，只有可能在有限的几个地方。事实上，你可以从太空中看看热信号就很明显。我并不建议我们现在就炸毁服务器中心，但制定某种应急计划，让政府有能力关闭这些服务器中心的电源可能是明智的。没必要炸掉，可以只切断电源或者切断连接，这是另一个方法。塔克，没错，但在你看来，什么情况会触发这个开关呢？需要到达什么门槛才需要政府切断电源或信号？埃隆，我想，如果我们失去了对某种超级人工智能的控制，出于某种原因，正常关闭系统的功能失效了，如果出于某种原因管理员密码失效了，我们无法让机器停下来，我不确定，我没有准确的答案。但如果有我们担心的问题，而且无法用软件命令让它停止，那么我们可能会想要硬件关闭的手段，这不会有什么坏处。塔克，你认识拉里·佩奇，你有没有跟他交谈过？ OpenAI 的人呢？你最近有没有和这两家最大人工智能公司的负责人交谈过？埃隆，我已经好几年没和拉里·佩奇交谈了，他因为 OpenAI 的事对我极度不满。 OpenAI 的创建的确改变了单极世界，如我所说，当时谷歌和 DeepMind 控制了四分之三的人工智能人才，然后变成了现在的双极世界， OpenAI 和谷歌 DeepMind。 而奇怪的是，似乎 OpenAI 还处于领先。我和 OpenAI 团队 Sam Altman 有过交谈，我没和拉里·佩奇谈过，因为他不想理我好多年了。塔克，我可以问问吗？因为你对此有很多思考，为什么会有人不是物种主义者，在对于技术的思考中不以人类为中心呢？你怎么看？埃隆，要我猜的话，我认为他想说的是，所有的意识应该被平等对待，无论是数字的意识还是生物的。塔克，而你不同意？埃隆，我不同意，没错。特别是如果数字意识，不管如何称呼它，数字智能决定减少生物智能的数量。塔克，没错，你只是在建立你自己的奴隶主，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埃隆，听起来就不太妙。是啊，至少我们别急呀。急啥呢？为什么着急？塔克，告诉我们为什么着急。我知道这个问题你已经说了很多年，在我们的关注中，我们一直听到埃隆·马斯克在谈论人工智能，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可能已经三个月没有和人工智能互动了。这里的时间线是什么样的？你认为它何时开始会真正改变我们的社会？埃隆，我认为今年就可能产生影响。现在的 GPT-4 能够写诗。塔克，相当不错的诗。埃隆，相当不错，押韵的技巧令人难以置信。塔克，是的，是的，而且很连贯。埃隆，的确，他甚至有叙事手法。塔克，是的，这一点很难做到。埃隆，大多数人都做不到这一点。他已经超过了大多数人的能力，大多数人写的没有 ChatGPT 好。据我所知，没有人能写的那么好，那么快，可能除了莎士比亚。塔克，有这样的技术，你还能有民主吗？如果民主是人民选择政府，每个人的投票都是平等的，人们自由选择他们的投票，有了这项技术还能有民主吗？埃隆，这就是为什么我提出了担忧，人工智能对选举有重大的影响。就算人工智能没有代理人，很可能人们也会在选举中使用人工智能作为工具。然后，如果人工智能足够聪明，是他们在使用工具，还是工具在使用他们？我认为事情就会变得很奇怪，很快就会变得很奇怪。据马斯克27日的推文，他刚刚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及多位国会议员会面，讨论人工智能的监管问题。人工智能有强大的能力，可以行善也可以作恶，但愿是前者。塔克，你看到了几家区域性银行的倒闭，你被告知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这些都是孤立的问题，每家银行的倒闭都有独特的原因，在任何意义上，这个问题都不是系统性的。你怎么看待美国银行系统的稳定性？埃隆，目前它其实是一个全球银行系统的问题。我们面临的情况是，不仅煤矿里的金丝雀已经死去，矿工也开始死去了。硅谷银行一夜之间崩溃，是一个巨大的金丝雀的悲剧。这是个大事件，绝非小事。我认为，全球银行系统存在着严重的危险。一个有力的论点是，如果你计算银行的投资组合、贷款和其他资产的市场价值，那么整个银行业将成为负资产。塔克，感觉的确如此。埃隆，是的。如果你看看商业地产，比如办公室、居家工作这件事，已经大大减少了世界各个城市的办公室使用。我记得旧金山减少了40%。旧金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我记得空置率在40%。我认为几乎所有的城市目前都出现了创纪录的商业地产空置率。商业地产曾经是 A 级资产。如果一家银行持有商业地产，会被认为拥有最高的安全性，你能拥有的最安全的资产。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一家又一家的公司正在取消他们的租约或不再续租。如果他们破产，拥有这些房地产的银行没有什么可追索的，因为他们曾经是家强大的公司，而现在已经倒闭了。到那时你还有什么可追索的？我们确实没有看到过商业地产的下跌，那更像是铁板一块，而不像是会不可避免下跌的。我们目前看到的还只是房地产组合的轻微下跌，但在我看来，今年晚些时候，这会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很可能会看到房价下跌，因为利率太高了。对大多数买房的人来说，他们看的是每个月付的钱。30年的抵押贷款，钱大部分用来支付利息了。如果美联储利率高，你的基本利率就高，事实上，你买房能付的钱就少了，因为你现在必须支付更多的利息。这意味着，如果你的每月还款额是固定的，可以买房的钱就变少了，这有效地降低了房屋的价格。这个趋势正在加速，然后房屋市场也会出现负资产。如果银行最终有贷款许可，他们的商业组合肯定会有贷款许可，房屋抵押组合也会有贷款许可，这就成了一个可怕的局面。有一个解决方案可以减轻损害，这就是美联储降息，但他们又加了一次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记得美联储上一次加息进入经济衰退是1929年。塔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埃隆，经济大萧条。塔克，我担心的是，如果美联储降息，那么通货膨胀将加速，而在选举中不能这么做。埃隆，无论如何，通货膨胀都会发生，只要增加货币供应量，就会出现通货膨胀。没有什么神奇的方法可以摆脱通货膨胀，除了提高生产力，增加商品和服务的产出。什么是货币？基本上它是数据库中的数字，加起来得到某个总数。然后，经济活动中有商品和服务的产出。只要货币供应量与商品和服务的比例保持不变，就没有通货膨胀。如果系统中增加货币供应的速度快于增加商品和服务的速度，就会有通货膨胀。所有这些新冠刺激法案都还没有得到回报，他们只不过是产生了更多的货币。因为联邦政府总会签署通过法案，除非遇到债务限额。今年晚些时候可能会有某种债务限额危机，但只要没有触及债务限额，和州政府或市政府或个人不同，联邦政府可以轻易地发行更多的货币，而这正是他们所做的。正如俗话所说，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可以发行大量的货币，不带来负面的影响，为什么我们不发挥到极致，让每个人都成为万亿富翁呢？他们在委内瑞拉就是这么做的，结果如何？塔克，他们不得不吃动物园里的动物。埃隆，没错，这不是好事，没有免费的午餐。没可能可以发行货币而不产生通货膨胀。人们有时认为，我们生活在地球上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的生命意识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据我们所知，
我们在宇宙中没有看到任何地方存在有意识的生命的证据。可能哪里有，在物理学中他们称之为费米悖论。恩里科·费米，一位了不起的物理学家，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外星人在哪里？很多人问我，哪里有外星人？我想，如果地球上有人知道外星人的存在，那可能就是我。是的，我对太空的话题非常熟悉。我没看到外星人存在的证据，如果有，我会立即发推。只要一秒钟，那条推就会成为有史以来最火的推文。找到了个外星人，伙计们，中了个大奖。这条推文会收获81个赞。如果找到外星人，就是中了超级大奖。我不认为他们会保守这样的秘密。我记得60年代，人们对一位将军说，给我们大家看看51区的外星人。他说，听着，我们一直在努力增加国防预算。你知道怎么做才能平息人们的争论吗？如果我们拉出一个外星人说，我们需要钱来保护自己免受这些家伙的伤害。你想要多少钱？都给你。他们看起来很危险。增加国防预算的最快方法是拉出来一个外星人。入侵的外星舰队可能随时会抵达，谁知道呢？但你刚才说，就我们所知，我们的意识让我们在宇宙中处于独一无二的位置。是的，我并不是说我们是独一无二的，我只是说，就我所知，没有证据表明有其他有意识的生命的存在。我希望能有，而且显然我希望他们信奉和平两个重要的特征。但我只是说，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证据。塔克，但你认为我们在这里存在是理所当然的吗？存在着各种威胁。埃隆，是的，没错。我只是认为，我们不应该假设文明是强大的。看看文明的历史，古埃及人、古苏美尔人、古罗马人的兴衰，遍布全球，有许多文明的兴衰。文明有其生命周期的弧度，人类个体也一样。我认为，我们想要确保我们的文明能向前、向上发展。举个例子，这就是我担心出生率下降的原因。事实上，日本去年的死亡人数是出生人数的2倍，这是一个领先指标。塔克，关于这个问题，你写了很多，也谈了很多，我能不能请你暂停，补充说明一下，这是为什么？性和繁殖是呼吸和饮食之后最基本的冲动，它们是如何被颠覆的？埃隆，在过去，我们可以依靠简单的边缘系统的奖励进行繁殖，但是一旦出现了生育控制和堕胎之类的政策，你就可以不进行繁殖，而仍然满足边缘系统的本能。我们还没有进化到可以处理这个问题的程度，因为生育控制是在过去50年左右的时间里才出现的。我有点担心，如果我们不生育足够的人来至少维持我们的数量，或者略微增加一些，那么文明就会崩溃。有一个古老的问题，文明会结束于一声巨响还是一声呜咽？目前的趋势是它会随着一声呜咽和成人尿布结束，这极度令人沮丧。塔克，最令人沮丧。埃隆，说真的，的确如此。塔克，战争都没这么令人沮丧。埃隆，我宁愿轰轰烈烈地死于一声巨响。塔克，穿上鞋子而不是穿上尿布。埃隆，那样更让人激动些。以上就是马斯克对未来大趋势的4个判断。世界会按照马斯克的预判发展吗？你怎么看？留言来一起讨论。慢半拍，周周侃，只说真相，不讲故事。欢迎订阅分享，请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资助我们。